民政府的贵宾、好朋友，咱民政府的长官、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再一次来感谢大家，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中间，在各所在透早都拼到这来参加咱的这个年度2012年度的孟年会，这个热情，这个用心，就是咱民政府成功的保证。我伫遮跟秘书长同款，再度用12万分感谢心情来甲大家说多谢。李东村，我想要简单来甲大家报告讲，今年度咱做啥物工课？头先咱秘书长有讲起，今年度咱拢总有24期的这个初级班的上课，台上请3人来授课，啊，嘛有9期的这个高级班，将近1000人来上课。所以，咱有3遍的政治演讲的演习营，将近100个人来上课来演练。所以，因就伫各所在用着咱的宣传车，去咧宣达咱的法律论述，非常非常的认真。只要此后每一期，甚至来70-80个初级班的，啊，咱高级班就50-100个，吼、哦，会使讲真热烈安尼。另外，咱办2期的这个日台共营的这个会议，有10通的这个日本的朋友来这个所在，甲咱共同讨论要安怎来达成咱台湾自治甲建国的目标。那么接待不三时接待来自日本的好朋友，那像咱有伫这个年初有4个教授，啊，再来6月有2个日本朋友来讲，要来安怎来外销咱台湾的农产品，啊，10月新较劲爆的，就是咱的爱知卡苏奥萨，前日本的国防部长来到这个所在取经啊。因为我妈妈过身的关系，我无伫这个所在甲伊见面，但听讲伊非常欢喜，嘛感觉有一点啊 surprise。伊做个国防部长，唔知影台湾今仔日的地位是安尼，就是来这个所在，甲咱研究，才充分了解到这里、個。过去应该作为责任，现出是要爱打到肩胛头。然后，咱伫今年4月19，有5-6个咱的代表去东京，阮参加日本维新的百人会啊，诶，伊的集会，啊，然后我嘛应邀去这个琉球回归，大日本40栋。在南卡路的庆祝大会，在那个所在发表短时间的演讲。虽然咱无去摄影甲录音，但是日本的当局有去甲摄影甲录音，所以那个演讲啊，虽然讲是6-7分钟啊，但是那个震撼力对全日本来，这个放送的时阵应该有所影响。所以，咱伫5月12日继续有将近20人去琉球的迄个伊野湾市啊，参加伊琉球回归大日本40周年的大游行，甲这个大会安尼庆祝大会。
在那个时阵，虽然短短三四天，但是咱见到琉球在琉球的台湾同乡会，甲在琉球的台商会会长建立新的这个交易。当然啦、啊，咱上大型的哦，这个活动唔是甲安尼念念哦，跟年尾的时呐，咱伫最近的。的时阵都会支持下回来，现在就三十日都顶礼拜，咱回来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去日本第二遍国阵东京，吼、哦，来伫遐有220个咱的同心，吼、哦，参加伫全国新社的这个祭礼，然后去甲天皇接受。这头先秘书长已经有甲大家讲过啊。除了这以外，咱伫6月时呐，举办一个。扩大吼内阁会议，伫台中全国大饭店。这场内阁会议上重要的作用，是要对美国做一个宣达，表示讲咱的组织已经较完善。迄、那个大会会使讲非常成功，水准嘛足悬的。我相信参与的人一定有感受。然后真正的内阁会议伫今年12月初九。咱办一个政策会议，所有的内阁阁员会当到拢到位，袂当到有书面，甚至有的人临时无书面，用口头报告，速度足紧。我伫个20去到东京的时，就收到咱迄个秘书处的这个整个的开会的口头报告甲文书报告，然后我伫日本倒来，随时改已经改修改完善。补充哦，大部分拢做这个补充。啊，我伫拜五，今日就拜了吼，今日拜五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就交予这个秘书处哈、啊、来做一个处理，来修正。希望讲伫1月底，咱会当完成这个政策白皮书哦 ，white paper 政策白皮书安尼。当然，咱 white paper 出来了的时呐，爱甲翻译做英文甲日文。会当向日本甲美国当局来做一个反应。除了安尼，咱伫办这活动以外，咱中央甲地方不三时找机会伫各所在演讲，伫各所在来做法律论述的演讲，希望甲咱这个福音会当充分传达到台湾每一个角落。咱安尼做，认真打拼，是为什么理由？有的人讲，你若着苦苦撞撞到要死的，吼，打拼到安尼死的，打拼到安尼，是为什么？我相信咱心内有数，咱有足大的目标，咱是决心要来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。对台湾的军事占领，对咱台湾人民的长期的依赖压迫甲剥削，来终结这个不义政权对咱不公不义的这类这代志。另外，咱就是决心要来完成伫美国军事占领下。军事占领下，美国的军事政府的军事占领下，台湾地位的正常化。然后，咱们要决心，要来好好来建设台湾这块土地，把咱台湾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美丽国，绝对不是干那美丽岛尔。因为咱台湾的土地足大片，上北边应该对。钓起来，台湾澎湖，然后甲新南群岛，就是讲咱南海遐小岛，拢是咱台湾固有领土。那是因为伫1945年，咱的母国大日本战败的时阵，这土地，包括咱现出徛这个土地，都是美国军事占领的土地。所以咱有这三个足大的目标。足大的工课伫咧进行，
这拢真重大的工课，所以咱都要足打拼。每一天，每一个时刻，心心念念，都是为这件代志。我相信头先秘书长所讲的是真的。两年甚至一年，咱就才接到政权。上歹上歹，就是没有2016总统选举。没有2016总统选举，只有台湾民政府自治。那安尼是，咱要做啥工作？这就是咱明仔开始，伫2013年，甚至短期的未来，咱要做的工作，这工作我希望每一个咱的同心，特别是咱的国人，来谨记在心。咱在这个所在的现场的同心，老中青一代传一代，咱要做啥物？第一件。咱要脱亚入欧，咱要脱离亚洲文化的影响，进入去欧洲、美国迄个文化内底，来改善咱国家的体制，改善咱社会体制。就是讲，上重要即个内涵，就讲咱无爱中国文化伫咱的脑海内底，甚至伫日本文化内底。日本文化内底有中国文化迄部分，咱嘛无爱，彻底清除这歹文化。咱要创啥物？清除这文化以后，咱要台湾重生啊！有一个同心在讨论这件代志的时候，讲都要用台湾重生，我非常赞成。台湾重生。浴火重生，英文讲起来叫 Renaissance。所谓的 Renaissance， 在西方欧洲的历史里面叫做文艺复兴。咱的文艺复兴要创什么？咱要在文化思想上，文化思想上，清除中国文化的影响，跟中国思想的目标的影响。若会当伫这个所在迁入亚洲上歹文化影响的时，咱的文学甲艺术，才会甲西方世界、甲欧洲、美国接轨啦。所以我长久以来，我无欣赏什么中国人讲的国画、书画啦，会晓就好啊，哦，知影就好啊，卖用遐济时间在遐。头先秘书长讲的。去学日文啊，去学英文啊，比学汉文较重要。所以咧，文学甲艺术，咱有一天才会得摕诺贝尔啦。所以除了这个，咱的文化思想以外，甲文化艺术以外，咱的科学甲工艺、科学工艺，那嘛是爱完全取化于欧美啦。无中国迄部分的啦，咱足清楚，科学甲工艺，中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落后。中国中华民国来台湾，认真来七当，咱安尼讲大纲，一说咧是讲，中国人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即摆讲伊经济进步啊，嘛是咧讲大纲啦。今天无支持的中国文化，咱袂来。咱希望在座各位拢爱有志气，从今以后，咱就爱有足大志气，咱要超越中国啦，甚至要超越日本，来领导整个日本，这是无唔对的。我相信咱比日本人较有法度超越日本，因咱看足清楚。咱已经知影讲，我爱中国文化迄个物件，来污染咱的社会，污染咱的脑海，污染咱的思想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做？所以，咱要完全做啥？完全彻底来做教育改革，非常重要。
所以教育部长执行足重大，唔知有来无？哦，教育改革、社会改革，这包含着足快的文化内容的改革，过来政治改革、司法改革，转型的正义，绝对要彻底来执行啦！咱要有志气，像韩国安尼。韩国独立以后，过去日本统治的时阵，替日本服务的人，三代拢袂使做官。咱的转型正义一定要足彻底执行。在这六十几年来，在中华民国体制内做官的，你若是做官过，无经过相当的调查和了解，证明讲你无贪污，你袂使出国。我若是做官的时阵啊，闹贪污的爱交出来，从这是来创啥物？来救这三下人啊！所以咱感觉无钱，啊，当然就有钱啊！因为六十七年来，不管是中国人、流亡难民，还是讲台湾外国民党诶，拢油水水，遐钱来清出来，咱就好在来救这三下人，做小的福利的工作。所以啊，咱相信讲，咱一定会成功，因为咱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啦。所以，咱欢喜讲，今仔日大家伫这个所在，我除了讲之后以后啊，嘛是要来感谢咱，再度来感谢咱各位贵宾、甲各位同心，大家到即阵还伫这个所在。来听我讲这几句话，咱相信，咱是有咱的主张的，就是讲，咱民政府啊，不是一个革命团体，但咱主张什么？咱第一个主张讲，主张遵守国际法、战争法、军事占领法。海野工业，海野工业，吼、哦，黑个 convention， 啊个日内瓦工业、日内瓦 convention 这物件，以及古今山和平条约。所以咱并无主张用武力，然后咱主张啥物？咱个主张讲，咱要不用武力来解决中华民国离开台湾的代志。但是咱主流讲，绝对拒绝中华民国体制，无要参加伊任何选举。因为咱有这个主张，咱每一个同心，加咱爱护民政府的这贵宾朋友，大家一定爱坚持咱所主张的，爱有这个大头。有这个，这个整个台湾前途的大头搭在咱肩胛头的责任感，然后这个坚持到这个责任感，咱相信咱民政府一定成功。我最近以来，感觉讲咱的气势一直起来，就是民进党的人嘛在讲，哎，南部足多人在讲没有2016了，头先我讲的迄个物件。所以咱一定要做到够。假使讲这两冬内底，咱若有订单无达到咱的目标，咱一定用心思考，要安怎叫美国阻止2016的发生？就是没有2016选举，一旦没有2016选举，咱就成功啊！或者是咱认真去推撒，推撒到讲2016总统大选，2016。诶，总统大选、总统大选，投票率低于50%，啊，咱就成功啊！离咱成功的日子就足近了。所以我认为讲，台湾民政府站在正确的一边，在什么方面正确？在法律落实方面，那是正确的；在行动上，那是正确的。哦，在咱的主流上，那么是正确的。咱今日健康路顶，一定合乎
人民的要求，一定有一天，咱会突出咱的目标，突出咱的这个民政府这个名声，然后有足济足济咱本土的台湾人来接受咱民政府。所以我相信，最后咱台湾民政府一定成功。所以我头先讲的讲，没有2016，只有台湾民政府自治。所以，在这款的结论之下，咱台湾民政府的人一定要坚定咱的意志，然后要准备把这个大头担起来，绝对唔通甲国民党同款，唔通甲中华民国这方面同款，咱才有可能带领所有的台湾人，会使讲真正常的、真好势来建设咱整个的台湾，和咱台湾的建设。会当真成功，予咱所有台湾民政府、所有台湾本土台湾人，拢生活伫一个幸福、快乐、安定、欢迎的这个环境内底。所以，我伫这所在期待咱台湾民政府胜利成功，台湾民政府胜利万岁，台湾万岁！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总理，感谢总理，跟老婆说。要请咱中央，中央的内阁甲在上场拢起来。中央内阁，请上台。来，中央的迄个内阁甲，来着上场起来。因为咱接济，咱接济迄个同心，遐尼认真拍拼，为足远的所在来个遮努力，我有就这种的心情。咱的首长，以及咱中央的内阁。来向所有的人做一个感谢。今仔日听到秘书长加咱的总理所讲的，请大家无法同意，来感谢，好，好，脱帽，来向咱的同心一起讲感谢，非常感谢你。也努力为了台湾未来，为了咱的子孙，咱搁一次感谢，再一讲，谢谢，努力，安尼，其实平常下台，好，佛摩萨颂。啊，上尾吼，搁留一个吼。啊，比如就讲爱唱佛摩萨颂，哈，那是咱的爱哈。佛佛佛佛摩萨，咱的宝，咱的爱，亲像啊。谢谢，辛苦，多谢。安尼来，咱的车长会当联络咱的迄个车，
哦，咱会当平平安安的倒转去，个人努力拍拼。哦，再来所有的队长会当发到一个看，咱二长的伫遮吼，行路较行动不便的所在，咱来注意。也再来，咱的自卫队嘛是来照顾一下，互相来，好，这个扶持照顾一下。